谢谢。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出席本次高校搭建覆盖全球的区块链社区活动现场。我是本次活动的主持人 Fiona。在此我仅代表18区热烈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同时也让我们热烈的掌声预祝本次启动仪式圆满的成功，掌声鼓励。区块链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应用自由，那自由将会带来无限的创新，而创新最终带给我们新的财富。同时也要再次感谢不远千里来到现场各位的嘉宾朋友们，区块链的发展离不开你们的帮助和支持。首先欢迎第一位演讲嘉宾，他是来自火币 Pro， 他是火币 Pro 的高级总监吴信女士，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演讲《全球顶级交易所火币对区块链社区的探讨》，吴信。